陈琴琴写给妈妈的一封信。妈妈，随着小妹已经大学毕业，而我和弟弟也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，你也是时候享福了，别再操心这操心那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嘛。2016年，希望你能到国外看看风土人情哦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！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